接下来请收看生命讲座。都知道，二族慧可二族慧可大师，神光大师，他去见那个达摩祖师，他说我心不安，然后达摩祖师就告诉他，那你把心拿出来，他讲密心了不可得，好。那你们都比他还厉害，因为你们都把心带来了，可见你们每个人都相当的了不起。好，那你带来了心，你是带着这个情绪来，还是带着心来？你来参加这个活动，你是很愉快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啊，你带着充满了喜悦的心而来。那这个喜悦的心，各位想想，是你的心呢，还是只是你的情绪？如果你很高兴，那是高兴，这个高兴是因为某些因缘，然后和合而成，所以你当下很高兴。可是你听了老师上课，哇，嘛无什么回，结果很失望，又回去了。啊，那你是带着失望的心回去了。好啊，这个失望的心是什么？还是情绪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常常啊，真正的你要了解你的心，实在是很不容易。有一次，有一个校长，他是师大啊，那个心理教育心理研究所毕业的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教授。”我今天呢，要来跟你谈心。我说好啊。结果我们谈了以后呢，他就跟我讲，你呢每一次在谈心呢，都讲得很奥妙，我觉得很迷信，所以啊，他就觉得，他说啊，你什么都好，就是太迷信，这样。啊，我就跟他说，哦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刚好是心理研究所嘛，对不对？那对心是不是很了解啊？是啊，啊，我就跟他说，那你的心在哪里？他就跟我说，哎呀，你没有看过洪然教授的那个演讲啊？我说有。他说他们那个阳明大学啊，已经研究了以后啊，他们知道当人有一些情绪的时候，或者是某一个学习，或者他在亢奋的时候，他的脑神经里边有一个区块会变红色，有没有？哎，你们如果去看那个资料就，所以啊，那个情绪那个时候在那个脑神经里边呢、有一个区块，然后那个地方会反射。所以真正的心是在那里啊。我就跟他讲说，校长，你真的是帅的，长得很年轻啊，然后又讲得很有学问啊。他就说，怎么样？我说，过来一点。他就走过来，我说你还可以再靠近一点点
啊，他就，到底是什么事？啊，我就狠狠的用脚踹了他的脚，就把他的脚踹下来。教授会痛呢？我说乱讲，你刚刚还跟我讲心是在哪里？是那个你的头脑的那个什么那个大脑，然后某一个区块，那个才是你的心。我又没有踩到你的头脑，我只是踩你的脚啊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的那个大脑神经当然跟我的脚它是有连结的啊，对不对？那既然有连结啊，透过这个，你踩我的脚，这个大脑神经啊，就会把这个什么那个痛的感觉、就传上去啊。”我说：“哦，原来是那个你的脚跟你的心是因为透过神经系统而连结。”他说：“对啊。”我告诉你啊，天有时候很会帮助我。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小姐，她就从旁边经过，我就跟她讲：“小姐，小姐。”小姐说：“什么事啊？”啊，我就跟这个校长说：“奇怪哦，他的心在他的大脑，我在叫他是透过我的嘴巴，啊，我这个嘴巴啊跟他的大脑啊那个连结是透过哪一个神经？”他说：“教授，你不是透过神经的，这时候是透过什么？语言。”我说：“透过语言哦。”好啊，那我现在就不理他了。原来是透过语言。结果那个小姐她跑过来问我有什么事啊，我又没有跟她说话啊。结果这个小姐呢就有一点无聊啊，她就要从旁边走开。结果这个小姐呢从旁边正要走开的时候，我就你们听到了没有啊，这个小姐她就怎么样又转过头来，什么事啊？我就问校长说：“我现在可没有跟他讲什么语言。”他说：“你是肢体语言，所以还是连着。”我说：“哦，原来是肢体语言还留着，所以啊，他的这个心啊，是透过这么多的方式啊而连结。”好，那我们七处真心啊，《楞严经》里边，佛陀问阿难：“你的心到底在哪里？”如果你今天把心带过来，那么呢，按照佛陀在《楞严经》里边告诉我们，那是你把整个世界都带来了。但是世界你带得动吗？你带不动。可是世界为什么就是你呢？因为跟你的心是紧密结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慢慢的跟各位来稍微谈一下我们如何去认识。好，因为我们在谈课程啊，我们就从心理学家 Maslow 来说，这样各位比较容易了解。 Maslow 他说我们人有几个需要啊，你们都当老师都要懂啊，人有几个需要，五大需要。第一个需要是什么？第一个需要是什么？饮食，男女的需要。好，那这个呢我们一般就讲生理的需要，对不对？第二个需要是什么？你有了饮食男女，然后你就会想什么？我今天吃得饱啊，我明天要吃得饱啊，所以啊，你就会为了明天你的安全的存在，所以呢，你就会有一些安全感的需要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三个是什么？爱的需要。那有爱的需要就很麻烦哦，因为有爱的需要，就接着又有什么？地属的需要。好，谁叫你是我儿子，所以你只好听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你儿子。谁叫你是我老公，所以你就必须要赚钱养我，对不对？
好，我认为要怎么样，我不认为如此。为什么？因为是从你的自我来开展的。好，这是你的自我中心开展。好，当你有了一个自我的时候，有一个隶属感的需要之后，如果这个时候还满足了，你就会有一个什么自我实现，对不对？好，心理学家这样告诉我们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我们有一个五蕴身心，有没有？什么是五蕴身心？五蕴身心就是有一个色，你有没有色？今天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体，然后呢，你希望你的身体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属于你的身体，因为是属于你的身体，所以你就要怎么样，把它打扮，对不对？有一次啊，我太太就跟我讲，她打扮了半天，然后又买了新的那个包包，穿了一件新的衣服，然后眉毛嘛，你画画，眼睛嘛，爱搞搞的，对不？然后他就问了，你看这好不好看？我说干嘛？他说我等一下要出去啊，所以你看我这好不好看？我今年68，我太太67。我就跟他讲说，你要我讲真心的呢，还是讲假的呢？因为众生听骗不听劝，对不对？所以我问他，你要我讲真的呢，还是讲假的？好了，我就跟他说，我先跟你讲假的好了，骗你一下。我太太说什么骗我？我说好了，不骗你了，跟你讲实在话了。你现在哦，这个衣服穿起来，因为你学美术的，所以这个衣服穿起来很怎么样？颜色各方面都很柔和，然后呢又很适合你的身份。你那个包包嘛，刚刚好，又不太大，也不会太小，看起来又蛮庄重。你呢？这个眼睛眉毛然后尾巴恰到好处，增一分太浓，少一分又太淡。我太太就跟他说，那这样可以了。我说那个是刚刚是骗你的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说你想想看，67岁的人走去外面，想要给你看，只有你自己在看，没有人看，连我都不想看。我太太就很生气，要打我。我说不必打我啦，我告诉你哦，世界上是很残忍的啦。我坐在捷运车上，有一天我看到有一个位置能位嘛，对不？我一上车刚好前面有一个位置我会不会坐下来？当然就会了，我就赶快坐下。一坐下来的时候呢，我还没有感觉，但是就发现说旁边的人好像见到鬼一样，一直的怎么样往旁边挪，好像又挪一下，然后又挪一下。我就把它看一下，原来漂亮的小姐坐旁边呢。你想想看，那个小姐看到我坐下去，因为有老人味，又有老人臭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都一直的往外移。我就跟我太太说，人家呢不往外移已经是很有教养了，那他还会看你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我来上课，一个凉鞋，一个怎么样简单的衣服，为什么？舒适就好了嘛，你自己觉得舒适就好了，没人来给你看了。我从台北搭高铁，搭捷运，再换高铁，然后再到这里。
我刚刚要是不把脚翘起来的话，你们都不知道我穿拖鞋了。为什么？没人要看了，你只有自己在看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不自在呢？因为你老是觉得你自己是别人在看，而且呢，你自我为中心。好，可是色身，你为了要提供他的需要，那么呢，每天要忙进忙出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还要每天呢为他怎么样啊？吃太饱不行，会胖；吃太少嘛，肚子又饿，对不对？吃好吃的呢，又觉得很舒服，哇，糟糕，也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吃好吃的，他会贪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为了要长养色身，我的饮食呢里边呢有很多不健康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个色身呢，各位要知道，这个生理色身里边呢，它帮我们长出了什么？眼、耳，还有什么？鼻、舌、身、意。因为这个色身呢，它就帮我们开展出了什么？能看的什么？视神经、听觉神经。鼻子是什么？嗅觉神经。舌头是什么？味觉神经。所以啊，它只是一个代表，一个器官浮尘根来做代表啊，但是啊，它是包含，好像我们讲味觉神经不是只有舌头的味蕾，它包括你的口腔，包括你的牙齿啊，这都是属于舌。身呢，大家都知道，身是指触觉神经啊，触觉神经，我们就记住这些触觉神经。还有一根就是指神经中枢。好，所以我们看一下，我随便这样画啊，几个了？哎，你们心都带来了啊，这样几个？啊，一个而已啊，还是少了一个啊，少了一个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然后他们在哪里汇合？在一根。好，视觉神经、听觉神经、嗅觉神经、味觉神经、触觉神经，他们都跑到哪里去？你的神经中枢。好，神经中枢。好，那神经中枢呢，就将这些所接受的这些信息，然后它就会怎么样，把你传导到你的大脑，传导到你的大脑，然后含小脑，然后加上一个脑干啊。好，当它传进来的时候，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色，这个部分就是开始接受了。所以色受，然后等一下会有想，知道不知道？好，那么当这个色到受的过程里边呢，生理本身一方面它会反射，还有一方面它会把这个资讯怎么样传导啊？它一方面反射，一方面传导，它就会把这些资讯传导，传导到大脑神经。好，所以在传导的过程里边，它首先先反射哦，它就有反射的力量。好，有一个老菩萨，他跟我讲：“哎，教授啊，我念佛四十几年呢，啊，我早晚哦做一项代志足唔好，我讲多一项代志。”伊讲：“我昨天晚上哦很难过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受过菩萨的戒的人不能杀生，啊，但是不小心呢，在暗的时候在困，
台北都已经吃久无蠓啊，昨昏奈忽然间有蠓啊，啊结果是蠓啊先安尼甲定落先，我甲定落去，啊结果我就是甲拍了，阿弥陀佛了，我哎呀，伊说血是死去啊，啊我造成杀生了，要安怎办？我讲，如果他这个资讯还没有进到你的大脑神经，那么这时候纯生理的反射，这个是无忌，所以不叫做杀生。但是要小心哦。从现在开始，如果你发现你周遭开始有蚊子，哎，伊咧给你吼吼吼吼，不吼，你看打到了，晚上就可以好好的睡一觉了。那么这时候有没有瘦？这时候就有瘦了。所以当你达到了这个神经棒，将这些资讯传达到你的大脑神经，大脑神经的时候，你就会开始怎么样？就会觉知，对不对？觉是根本知，知是获得知。哎，所以佛教里边有很多的名词，你如果要懂很难，对不对？好，当这些所有的信息传递到你的大脑神经的时候，你开始觉知。当你觉知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说，我怎么样怎么办？我要开始去，所以受，这时候就有什么想、行这三样是心，那这个是身，所以我们常常讲身心，然后呢造作出来的就有事，所以这个叫做五蕴，有没有？色、受、想、行，然后就会落入你每天造作的这一个种子，这个就是事，它就会跑到你的八识田中。好，那假定我们去体会这个过程，你就很清楚的知道，当这个受是乐受还是苦受，因为一受它就会有乐受、苦受，还有无忌受，对不对？刚刚有谈到无忌了，对不对？有乐受、苦受。好，你一听你很喜欢这个音乐，刚好跟你相应，所以你产生乐受，或者是这个讯息给你的是很苦。你看刚刚那个老菩萨，他修行了40年，结果呢一不小心造了杀业，你看对他来说苦受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有了这些是乐受苦受的时候，这时候你就会开始想如何让这个乐受慢慢的增加，所以呢贪心就来了。各位要知道，贪永远是无止境，所以我们常常说人心不足怎么样，蛇吞象，对不对？他越你越贪越想，想尽了各种办法，然后造作了很多的行为，你的心有没有止境？没有止境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会很苦，你的色身都跟我们的心每一个点啊，任何一个点都是你的心去相应的，所以我们常常说唯心所变，唯事所现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我们每一个点啊，你的视觉神经里边跟你的视觉神经里边呢，你都可以怎么样去把它转化成你的，你知道了一件事，你马上去觉，去把它回到那个源头。当你回到那个源头的时候呢，这时候就很不容易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这个
色受想行，这个色受想行识的眼耳鼻舌身，然后到这个识，识前面呢，它会有一个过滤，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第七识，有没有？还记得吧？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，然后到这一个第七识的时候呢，这些受想行要跟你相应，你才会跑成你的种子。好，等一下我们上完了课啊，各位老师都有经验，你一堂课下来，你讲的话有没有一样？好像我是不是讲的话从头开始到现在没有对任何一个人有讲悄悄话，都一样，对不对？可是等一下各位起来报告心得的时候，每一个人你们所听的都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报告出来你们的心得是不一样。为什么？这就是有一个第七识，他在那里帮你过滤啊，跟你过滤的时候，会过滤的这个就是你的第七识。当你过滤完了以后，你自己不管你知还是不知，但是它就是会变成你的识。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根啊，然后加上这个第七识啊，然后第八识，这前面我们就是前五识，然后一根有感受的是六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各位慢慢的看哦，眼耳鼻舌身意面对什么？色声香味触法。好，色声香味触法是不是跟你的心相关？所以它也是你的心。好，我现在用微笑看着各位，你会觉得喜欢吗？对不对？假定我摆臭脸看你，你喜欢吗？我不欠你钱呢，你摆一个臭脸来面对着我。好，那可见人家外在的那个好脸色不好脸色，它是不是跟你的心直接相关？所以啊，这个就是色啊。当你的眼睛、你的视神经感受到人家的好脸色、不好脸色，都会影响你。那么色不是只有这样，所有的一切色法，就是指你看得到的，还有一切心法。好，我们先谈色法。所有的一切你看得到的这些东西，其实都跟你心相关。好，除了好脸色不好脸色，各位想想看，有的人穿衣服喜欢穿黑色的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喜欢穿红色，有的人就喜欢穿白色。好，所以那个颜色为什么你会喜欢，你自己也不晓得啊。但是啊，你在选择衣服的时候，无形之中你就受到它的影响。那影响它的，其实那个也是你的心啊。好，那么我们身、耳朵、听觉神经面对各种音声，好，我现在讲话，各位听了也爱困，对不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音声单调。但是呢，卡卡前几天来到台湾，我听到这个很多年轻人啊，台中啊就有几十万人去听。这个卡卡一进到那个什么台湾住台北的旅馆，有的人三更半夜就去排队，然后在那里呢跳着跳着，然后为了只要想要看到卡卡如果走进窗户的旁边
啊，跳起来的时候他刚好可以看得到，对不对？啊，结果媒体呢就在那里捕捉这些镜头。我太太说：“你看，卡卡都有魅力。”啊，你呢？你有没有那个魅力？我讲不是我没有那个魅力，我们台湾2300万的这些孩子，他们的父母都跟我一样，很没有魅力。从小爱你的小孩子爱得要死，给他吃，给他穿，然后把他照顾得要死。他会在你的房间门口这样偷偷看你一眼吗？看你妈妈今天有没有笑，会吗？然后妈妈一笑的时候，他乐得要死。你有没有小孩子啊？有啊。你的小孩子有这样过吗？啊，你看到你的小孩子去看卡卡那么高兴，啊，他为什么不看你呢？你有没有一样跟我一样很难过啊？所以我跟我太太说，我没有那个魅力，啊，我很难过。然后呢，我不是为我难过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小孩子也没有去迷卡卡，所以啊，最少我小孩子没有给我那个刺激，对不对？但是想想看，我们这个社会有多少人在看那个卡卡？好，我不是说这个人好不好，因为我都不认识他。但是呢，我最重要就是要让各位去感受一下，同样的音声。因为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枯燥无味，音调差不多差不多。你看最近那个李嘉彤博士，他到台大去演讲，有几个人来听？六个人来听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今天在场就有60几位了，对不对？那你看我好像比他还有魅力啊。好，其实我是不是真的比他有魅力？没有。如果要说，只能够说是佛陀比他有魅力，对不对？因为各位是被佛骗来的，不是慕我的名而来。你跟我不熟啊，你怎么可能会知道我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呢，因为各位要听佛所留下来的楞严，所以你会想要来。好，那我们从这里最重要是要让各位知道，假定你在音声上不能够凸显出，不能够去掌握住人们对音声那个喜悦，它的频率是什么，然后他可接受的是什么？甚至于你如果说有时候呢，我告诉各位啊，但做父母有时候呢，该骂的时候要不要骂？要骂，因为当骂的时候那个音声，我告诉你，小孩子他也会提起精神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听觉神经对于那个音声，所有的音声，哭姐，你看。一个禅师听到竹子掉下来，那个口啰啰啰啰啰啰，结果他就开悟了，同底脱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音声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，所以我们不要小看音声。所以我常常在以前在当督学的时候，我就常常跟很多老师说，我们老师在教学一定要留意你教学的内容，但是你的那个内容要让学生去，让他愿意去受想行，他愿意去受，最少你那个音声啊，要让他感觉到，哎，是他喜欢接受的那个调调。所以你甲看，哪咧讲话抑扬顿挫拢无的啊。老师呢上课学生都一定困啊，所以很多老人家呢困未去，我讲你若要困未去的时候，你个电视你较准，还有在啥，还有在奖金的电视台啊，你若个
准迄啊，唔茫去准迄啊，即下迄专题演讲，因为专题演讲咯，靠迄啊，即内容靠教作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它是一个综合的整理啊，但是你来去听啥物咧？在讲楞严经呢？哦，楞严经台湾讲的最好的就是咱师父啊，他不只是楞严经讲的好，他的楞严经的那个什么那个讲义啊。你们一定要去请啊！他现在出版了，已经第三本都出来了。去年来的时候好像只有第二本，今年已经有第三本。还有他的《法华经》啊，那个都很好啊。像他在讲经呢，他是一个次第一个次第，很微细啊。所以呢，像这种微细，你除非说心跟他相应，否则。你若讲心细密度不够，你没有办法进入那个除微细后，那你跟楞严是毫无相关。所以，人若讲咧爱困，啊咧困未去，我讲咧去请一部楞严经，啊开始看，啊我保证你一直在七处真心，七处真心，你那个七处真心还没有看完，都是已经睡着了。啊，其他的。里边那个精髓你看不到啊！你讲了七处真心，你都都啊，好，你翻来翻去啊，你都永远都唔知啊！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很细腻的东西啊。好，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外面的所有的境、所有的色、所有的音声，它都是跟我们的心是息息相关。好。各位再想想看，即阵的心哈，即咱即空气干那灵气对不？你若要点香，甲点落去，哎，那个香味，可能有很多人就开始精神来了。沉香是很贵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很贵？因为它可以安神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呢，我们点不到沉香，我们也可以用檀香啊。檀香的味道很怎么样？外化，所以啊，点无偌济啊，但是迄香，你得随时拍品也掉啊。所以像那个香味啊，你自然而然会很喜欢。各位想想看，我们很多这种修行者，当你一跟他一个吃饭，那你大概就可以看出他的境界。一个刚吃素的人，他都要怎么样？要卡扎黑啊，在全神素食啊，啊，还有观世音素食餐厅啊，刚开的时候，我问他说：“哎，啊，你既然做素菜啊，为什么要做得像啊？个有素鸡啊，有素鸭，还有素肚子啊，素火腿？”伊甲讲讲，阮这就是咧素食混吃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要。让这些吃素的人，吃荤的人进了这样的餐厅，吃饱了以后，他不知道说是真的是在吃荤吃素菜。我不骗各位啊、哦，我记得大概二三十年前，一直台北有一个全神素食，那我有台北的那个泰国的一群朋友来台湾，我就请他们去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吃素啊，但是他们吃荤，结果我就请他们到全神素食去吃啊，我就跟这个里边的这个大厨师啊，跟他讲，你吼、哦、咧煮的时候，你拢尽量搁香啊，搁辣啊，然后呢，尽量用那个什么、啊，看起来就是荤菜一样啊。结果他真的这样做啊，做完了以后，结果吃完了以后，啊，应该讲讲。也无啥饱呢，我讲啊，刚刚的菜好不好吃？他说很好吃。我说啊，牡丹哥再一次好不好？结果他们都说好，啊，结果他们也吃得很愉快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是刚开始学第一次吃素的人，你大概都不感觉。但是、啊、如果久了以后，像我们现在要请好朋友吃饭，而且知道他吃素很久，上好是安那。应采的是茶应采，啊、哦，
啊，那迄寒子穴，你得干那擦寒子穴就好啊。啊，那咧掺什么擦什么菜，你就是简单。吃素的人吃久了以后，那个菜根那个香味它会跑出来啊。那个就是当你真的吃了很久了，很有一段时间了，大概你就会品尝这些。所以佛呢，他在告诉我们，第一个，眼耳鼻舌身意，都是我们心的功绩。色声香味触法，都是我们心里边呢、啊、所认识的，跟我们心息息相应的这些外尘。那再加上六根跟六尘一感受的时候所形成的这个五个识，那么这样合起来再加上六识啊，那就是六根六尘六识，就有多少个啦？三六一十八，对不对？有十八个啊，这些都是跟心相当有关系的。那个前面的眼识耳识什么，那个事实上都已经是跟你的受想行识已经跑了一圈了。所以啊，你前面如果说只有前面在跑，只有生理上的反射，那么不产生。可是呢，当你进到了安全感的需要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是你的因为乐受，然后你呢就想要拥有，而且要有保障。那么爱呢，那就是因为乐受，所以你自然贪了，起了那个贪了，所以那种爱。所以我们一般人的爱跟真正一个成熟的爱它是完全不一样。一般人的爱是乐受，所以他想要多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年轻人一爱那很麻烦呢，你就是要属于他的嘞。所以啊，爱然后开始马上产生的就是一种隶属，你就是属于他的。那么你是属于他的，你只能够一个哦，你不能够有其他的哦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当老师的都知道，所有的学生一般四五十个学生，你对他们的这些爱，你知道他们程度不一样，你知道他们的家庭背景不一样，你也知道他们的秉性不一样，所以他们每一个人的个别差异你都有，但是你都希望他们成熟长大。这个爱它没有分别的，是一体的。那像这样那一种爱，我们就叫做一种是属于地属感里边最高层次。地属感里边呢，他已经是只要是我的学生，那么我就这样做。但是只要是我的学生，我同样的去爱护他，同样的去让他们得到满足，也重视他们的饮食、身心的信念。所以啊，地属感里边呢、啊，那个高层跟低层，从开始占有，然后呢是属于他的，然后你的言行举止，他就给你有很多的控制性。所以这种控制性，你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对学生也有控制性，可是那种控制性跟你对你的情人、你对你的家人的控制性就不一样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呢，大致上就已经又开始开展一个新的东西。那像这些受想造作，然后就会进到了你的八识田中。前面的这十八个，然后这十八个，我们下一堂课就要跟各位介绍这十八个为什么能够感受，为什么它是你的心，而且这十八个都是跟你息息相关。那我们下一堂课呢，就是要告诉各位，《楞严经》各位都读过了，《楞严经》里边你要掌握住几个。第一个，二十五圆通。为什么是二十五圆通呢？刚刚已经讲了十八个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十八个为什么？其他的那个又是什么？
啊，那些地球上所有的这些地水火风，为什么跟我们的身心都是有关？啊，为什么这地水火风为什么会变成我们跑到我们的身体呢？我想我们下一个小时呢，就要跟各位来分享，用去年科学家他们所进行的宇宙大爆炸对于宇宙本质的一个了解，然后呢，相对于佛陀所说的灵犀尘啊，然后呢，因为有一个是灵犀尘，然后加上我们每个人的心事，去对这些灵犀尘、这些宇宙大爆炸产生的这些光，然后去做了跟你相应的第七识啊，然后产生相应，然后第七识所产生的相应，也就是把你的八识种子跟外在的这个物质有两个力量，一个叫做共业啊，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别业。因为透过了共业，透过了别业，你如何去感受这些？那么我们如果了然这些情况，你都知道，都是你的心在变化。那你的心在变化的时候，以后你就会很清楚地看出来你的真心呢、啊。你今年几岁？大家心里有数了哈。可是你的心是几岁呢？你看我人老了，我的心有老无？无老，跟年轻的时候是一样。所以你如果以为我这个年纪了，不会看漂亮的小姐，那我告诉你，你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心从古代是这样，现在也是这样，到了未来还是这样哦。啊，所以您一定要很清楚哦，啊，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，真正的心原来跟我们所认知的是不一样。我们是整个宇宙都是我的心，我把心带来了，其实我根本没有带任何一点心。但是虽然我没有带任何一点心，整个虚空法界就是我的心。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了悟，那你想想看，世间都是一个你啊，有什么好计较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想想看，愉快的是你，不愉快的也是你，愉快只不过是你的情绪，不愉快的也是你的情绪，然后真正的你是什么？你自己去寻找嘛，你愿意高兴，你就让他去很高兴嘛。啊，你愿意去痛苦，啊，也是你自己在找嘛。啊，你想想看，假定你这一生才几年，干嘛不让自己好愉快？干嘛让自己愁眉苦脸，每天苦得像苦瓜一样？你的孩子一长大一出生，每天看苦瓜妈妈，然后那个心呢、啊、也只好被染了，成了苦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五蕴身心是被染，而不是他本来的面貌。那了知这些，我们对于未来的一生就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下一堂课，我们就把那个如何去建构，而且如何去相应，来跟各位做一个介绍。
认识中华国际失实协会。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，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，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，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，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。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，布施者亦得福，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。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，不仅布施六道众生，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，生生世世福寿长，善根具足。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，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，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。国际万场烟供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，海内外共30万3025场。布施蚂蚁小鱼自2015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止，海内外共12311次。忠犬党汗搬救兵。5岁的艾米丽家住俄罗斯北方的小村庄，她和父母还有奶奶生活在一起。对了，她家里还养了一只名叫强尼的狗。有一天，艾米丽的爸爸要去另一个村庄，艾米丽非常想跟着爸爸一起去，于是便缠着父亲带他同行。艾米丽在外面做什么？她呀，一直想跟着爸爸去别的村子玩。我看她又黏着她老爸不放了。这样啊，我想艾米丽一定会说服她爸爸带她去的。可不是嘛，她老爸那么宠她，一定经不住她的哀求的。艾米丽乖啊，你在家和强尼一起玩，我过几天就回来了。爸爸，你带我去吗？我保证听话，不捣蛋。这次真的不行了。好了，我要走了，你快进屋吧，我会带礼物回来给你的。艾米丽，再见。哼，你不带我去，那我就自己跟着你去。强尼，我们走，赶快跟上爸爸的马车。你看，他还是带着艾米丽一起去了。我就知道会这样，他实在是太宠艾米丽了。艾米丽带着强尼，在爸爸不知情的情况下跟了过去，而他的奶奶和妈妈则一直以为艾米丽是和爸爸在一起。结果艾米丽在一片针叶林里跟丢了父亲的马车，她迷路了。咦，爸爸的马车呢？强尼，糟糕，我们跟丢了，这下该怎么办？4天后，等爸爸回到家时，大家这才惊觉艾米丽不见了。我回来了。咦，艾米丽呢？她怎么没在车上？艾米丽，她不是待在家里吗？什么？艾米丽没跟着你？天啊，我们还以为艾米丽跟你一起出门了呢。艾米丽，你跑去哪里了？难道艾米丽这几天都不在家？是啊，我们以为她和你在一起啊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快，快报警！喂，警察局吗？我的女儿艾米丽走失了。对，已经4天了。艾米丽和狗狗强尼迷路后，
一直无法走出那片针叶林。他渴了只好喝河水，饿了就吃野果。好在强尼一直在他身边，陪伴着他，保护着他。强尼，你也吃，强尼多吃点，吃饱了我们继续走，我们一定能走回家的。晚上森林里的气温大约只有摄氏6度，在如此寒冷的夜晚，是强尼用自己的身体温暖着艾米丽，让她幸运地撑过了这些天。爸爸妈妈，我想你们。艾米丽在森林里走了整整9天，这么多天的野外生活让她的身体开始有些虚弱。乔尼，我们是不是要死在这里了？乔尼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带着你来的。同时，艾米丽的家人和搜救人员正在四处寻找着她，然而却是一无所获。怎么样，有消息了没有？9天了，她失踪9天了呀，艾米丽，你到底去哪里了呀？别急，别急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找到她的，一定会的。一直守着艾米丽的强尼察觉到小主人的状态越来越差，于是他决定冒一次险，丢下小主人自己跑回去求援。小主人这几天气色越来越糟了，再这样下去会出事的。妈妈，我想你，我好想回家。不行，我要帮助小主人回家，我得赶快找人来救他。可是万一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遇到了危险该怎么办？不能再犹豫了，现在我只能冒险一试了。小主人，你要坚持下去，我很快就会带人来救你的。强尼拼命地跑着，凭着犬类特有的直觉，他找到了回家的路。你在家休息吧，啊，你放心，今天我一定会找到艾米丽的。强尼，强尼，是强尼，强尼，艾米丽呢？艾米丽在哪里？强尼要带我们去找艾米丽。我这就联络救难大队，请他们派人一起来找。艾米丽的父亲和搜救人员跟着强尼来到了森林，但是强尼却找不到回小主人身边的路了。他是怎么了？怎么不走了？他是不是找不到路了呀？毕竟他不是搜救犬。不过，既然他将我们带到了这里，那艾米丽应该就在这附近。我们大家一起仔细找找吧。众人在森林里寻找着艾米丽。突然，他们在一条小河边发现了小脚印。你们，快来看！啊，是艾米丽的脚印，她来过这里。强尼知道艾米丽在哪里了。终于，大家找到了艾米丽。他窝在一堆长长的杂草内，身体非常虚弱。艾米丽，快，快送他去医院。独自在森林里度过了好几个昼夜的5岁女童艾米丽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，已经健康返家，与救她一命的狗狗强尼团聚。强尼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